你看这俩个傻子。我喜欢那个傻子。今天我给大家骑个特技车，我要先把车给掉头，我让他帮我掉个头，他让我自己来，我太难了，这个可比其他车重太多了，哎呀，扶起来好费劲，我的老腰都快断了，我怎么感觉情况好像不对？来吧！嗯。哇！这年轻人，我操！哎呦我去！兄弟抱紧，这对小哥也太有趣了吧！就一点喜欢，说不上恨，别纠缠。你看看来，今天我让我的奥数玄武咬死你！上啊，玄武，上啊，咋上啊？兄弟啊，想你了，你在哪？这我经常翻，你别急啊，你等我过去我扶你。哎我去，这咋跟老王家不一样呢？哎，这啥意思？嘿，你怎么老看我视频？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喜欢我你就直说呀，你说了我才知道你喜欢我吗？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喜欢我呢？大家要讲道理嘛。你真的喜欢我吗？你不是真的喜欢我吧？难道你真的喜欢我呀？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兄弟啊，
哎呦我的妈！The real brother Louis. Boss, this, 我都不要。你这啥火腿肠啊？跟哪儿整的吧？我先买的。一群鸭在操场等你，夏天真的是你的歌儿，带你去学草莓冰雨，听着这首轻松的旋律，好像吃了炸香蕉。